飞人吐司不比黏膜料理机，妙善黏膜粉碎细腻，一次精耕刀口，黏膜更细腻，微型保护开关开盖即停。三七又能天七，胜大水果降三高，益气血管，还有养颜祛斑之功效。灵芝南青当补降肝火，提高人体免疫力，增强新陈代谢，是很好的护肝药材。咖啡有利尿储水功效，促进肾脏机能，改善腹胀水肿。我们关注每一个细节，因为健康永远是我们的底线。惠而吐司不比黏膜料理机。